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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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江小水边了，挂人。江小水边了，二大爷没？二大爷，二大爷了。嗯，弄好了，要种菜了。今天是快递，今天哪里工作上去了？今天，你们先忙着，干到不行了，就是来干了。来来来，你们路上在干，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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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先组长，先动手嘛，给他动。哦。哎呀，真好。你们不要钱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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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的那个绳子，什么家的绳子，什么家的，我估计你不要去，商量他们不商量，商量嘛，跟你们告诉人家啥都告诉，我们今天都是来告诉这些的，不要说了，但是谁就不同意，全都不同意，谁就不同意，你看谁呢？你说什么呀？啊，跟他说，不要，你要跟我说的。嗯，我们要，我们就不行，不给。你要哪儿的钱？群众不同意，为难你们想怎么办？嗯，那个群众，我的那个外甥啊，你们啊，嗯。你们来当你到来就挣呀，所以就没有对呀。我给你看，你先打。他不是没说话啊，我没说话啊，红爷。没我没说话啊。你看你。你们不开发机，领起来还要一万块钱。跟你们说清楚啊，你们是法律的底线，我们这些市民，任何人不要去踩啊。触犯到法律，任何人都要处理。公司人民好，群众好，对吧？啊！我弄的哪有没得废物？从几买的？我喊你们来动啊！啊！我是李邦，下李邦都不搞菜，他们现在来整我的地，带了20多个人。我是不搞菜，做你工钱，你个喊你们村长来，你要去搞政府，你要政府来，我给你去回答你们这个问题，噶。我们这边啊，说的别同意，你们来整那里啊？哪里别同意？我们同意。哪个同意？别同意，我这边收税的，天天收，你们别同意啊？啊，你们非人说，我们人说，我们还来看清你们在哪里。我是施工方，其他工本的关系的。施工方，施工方，你违法，明知道你违法，你违法，你违法，你违法。我这边租的这个地，请求个同意没有？我这边这个地，你把脚推上，你说要那个是吧？要说他们说的，讲出来，那公司那个叫，给他们看。哦，讲大个的，哦，讲大啊，对对。那小文，小文，你那书没问进过来嘛？我们都，你等我们的书不交都是。你们为什么不拿书没问进过来啊？需要你们出庭，我给你打出来，你们看，我不打出来。你们为什么不打出来呢？为什么不打出来？我刚才不让出来，明天嘛，自己负责啊。我这边，我这边说没有情况啊。我这边现在他们带了20多个人，你们管得住啊？这个地，前天但还有个时间，查到你们好多处处啊。其他中间有那么多的，其实他说这个有麻烦的呢，就是我们啊，我一定会配合你们这个东西。我们要数量的，我们还要个落实，还要个对比。我们还要给鉴定，嗯，啊，你我们还要，啊，准备香港兄弟啊，还是哪个？哦，第一了，下一轮就，下一轮，变，能不能拿点钱能挣下子？对，那能挣不多赚点钱，啊，老子下子不老，那能挣不多赚点钱，老子老卖。要那句话怎么？我们要的是书面嘛。那钱呢？你要了，你老人家不给你，我要了，我要了，我给你，我要了，我要了，还是这个嘛？今天就不行了，你不喊了，你不喊了，
厉害，嘴巴。有厉害，你再讲吧。嗯。厉害吗？就厉害，鬼娃。不，就你的，你不要上去了。是我的天敌嘛？是我的敌。处理掉就处理掉了，他挡着道路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蓝哥还没得，我背都不用着，你妈就这，我逼跑，不是。